好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考察哪几个软件啊？第一个是什么？这个大家知道吗？第一个同学说老师不知道这是什么，叫天正是吧？你不是说 CAD 吗？啊，这个就是我们工作当中用到的 CAD 哈。所以的话呢，有同学说 Lumiere， 一会儿我们再说 Lumiere 的事哈。啊，首先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工作当中的话是没有 CAD 的，工作当中的话用的都是天正，景观跟建筑用的都是天正建筑。啊，规划的话呢用的是箱源控规啊，所以就说呢我们都会用这样的，因为国内的话呢它有很多这样的插件，所以就是说在国内这些你们去的这些单位的话，它基本上都要求你会这个天正，实际上就是会 CAD 啊。天正的话呢只不过它有很多工具包啊，我们打开比较方便，所以的话一定要清楚这个的话呢就是 CAD。 如果是说你上机考试当中你发现桌面里面没有 CAD， 就没有 CAD 那个传统那个图标，对吧？那么的话呢你就来去来找天正，因为一般的话呢都会有天正。 CAD 的话呢有可能会被一些设计师他直接扔到哪个文件夹里面，就因为他也不用嘛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清楚。我们为景观学员们准备了优质的免费自学课程，如果你想要每个月都能得到一次方案设计成果，可以加入我们的精英社群，微信关注青筑学院，点击下方菜单栏处青筑课堂，查找您所需要的课程服务。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点击用户服务，找到相对应的助理小姐姐进行咨询哟。第二个是什么呢？建模软件，这是 SketchUp 啊，2016。SketchUp 啊，这个 SketchUp 的话呢，就是 SU 哈 ，Sketch 啊，这个是我们经常用到一个建模软件啊。那这个也是主要考察大家一个上机考试啊这么一个点啊，就是你看一看你建模的这个能力啊水平，包括你的效率，对吧？怎么样啊？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 Photoshop， 对吧？啊，有同学可能觉得说，这个 Photoshop 是不是 P 一些照片的哈？在我们景观当中的话呢，它主要就是用来做彩屏的。啊，如果是上机考试的话呢，无非就是给你一张小的彩屏，有可能是一个别墅的啊，或者呢有可能是一个小院的啊，又或者的话呢是一个剖面啊，又或者的话呢是一个立面。那为什么给大家这些东西呢？原因就是说它的话呢用时很短啊，也就是说大概是你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的啊。所用到的素材的话呢，你也可以用你的那个兜里的那个硬盘，然后的话呢把你自己的素材往里面添，这也是可以的。希望大家能用一些稳定版本的。如果是说你去上机考试的话呢，你会发现所有这些电脑里面用的版本全部都是老版本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设计的，对吧？你用的电脑的话呢不是专门给你用来考试的，你用的电脑都是我们自己就设计师用的电脑，所以的话呢设计师用的电脑用的都是稳定的版本，好吧？所以我希望大家，你们如果是 CAD 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安装2011啊。Sketch 的话呢，你可以安装2014啊，或者像我一样安装一个2016，但不要太高了，好吧？那 Photoshop 的话呢，您可以去来安装一个什么 CC 版本的啊，或者 CS5 啊，这些都可以，好吧？啊，我们现在单位里面普遍这个 CS 版，这 PS 版本的话还是 CS3。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犀牛跟 Vue 的事儿，我简单说一句，我为什么说？大家你们现在如果是说去来学这个软件，我觉得说意义不大呢。原因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上机考试这种考察呀，发现大多数同学对这三款软件的掌握程度还不是很熟练，就是说没有达到我们那个要求。但是的话呢，这些学员普遍他都会微锐，都会犀牛，都会 3D Max， 就是说他可能所有的关于这个行业的软件他都尝试了一遍，他都会点皮毛。结果的话呢，我们用的这三款最常用的这三款软件的话，一问他反倒好像有些东西并不是很扎实。所以我希望大家是在这三款软件已经用的非常熟练，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案例，或者说已经有很多这个经验之后，你如果要是其他有时间，你可以再去玩一玩犀牛，或者说玩一玩渲染，或者说玩一玩什么 3D Max， 我觉得是赞成的。但如果是我现在问你说移动工具的快捷键是什么，你连这些你都告诉不了我，然后的话呢你就说老师我会微锐，会不会加分？不会加分，反倒会减分，因为你这个孩子比较笨，对吧？清楚，这个笨的话呢分几种，第一个是理解能力，第二是意识。这个的话呢不是说你理解能力不行，而是说是你的意识，你连最基本的那个几个软件都不会用的话，为什么你要去来学那些感觉好像我们都用不上的软件，你学它干嘛呢？对吧？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三款软件掌握之后再去来研究研究其他的，这个是可以的。
好吧，第一个的话呢，我们要考察的什么，就案例考察。好，第二是什么呢，就是时间考察啊，时间考察。如果是你当天的话呢，比较幸运，当天就有电脑跟你去来用，然后的话呢，用人单位看了你作品集，对你很感兴趣，然后的话呢，就让你去来做这种上机考试了。那我觉得说第一事儿你应该开心，所以你应该放松心态，今天那个工作我可能就能拿得到。好吧，就不用再等了，因为你快，如果你上机考试当天能通过，能让他看到成果的话，基本上你的工作会在这一周内就能决定你，有可能你上机考完刚考完试，他就能决定要不要你，有可能刚跟你说第二天上了班或者周一来上班，所以这个的话呢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很紧张很闹心没有准备，你就正常发挥就可以。好吧，正常发挥就可以。所以时间的话呢，是我们考察一个点。那我希望大家能在越就能够能在这个比较快的时间内啊，又快又好的完成我们啊招聘单位的这个要求，对吧？就比如给你一个小亭子，给你一个亭子的照片，对吧？然后的话呢，你能在一个很快的一个时间内啊，给它建出模型来，包括呢赋予材质，再打几个场景，那这个的话呢就非常棒了啊，就非常非常好了。所以就是说呢，这个大家要清楚，好吧？时间要把握住。一般的话呢，如果是小亭子的话，也就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应该拿出来成果。好，然后的话呢，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细节啊，细节考察。细节考察的话呢，是一个相当于说比较高分的这么一个项啊，就是我如果是给大家一个彩屏。比如说像这样一张彩屏，那我们在考察大家的时候的话，比如说你也在规定的时间你已经填完了，但是的话呢，有些人的话填的可能比你的细节要丰富啊，比如说啊，像一些哎，你看这个博案的话，有些小的石头，对吧？这个做的话呢，就很有细节，对吧？就很有想法，所以的话呢，这是在细节上能看出来一个人，对吧？他对于景观设计这个他掌握的一个熟练程度。那如果是说你能在单位时间内还能把这些细节都照顾到的话，包括这些植物啊、一些搭配呀、包括水的颜色的一些变化呀，这些东西你也都能掌握的话，那我相信你一定能拿到一个跟你共同竞争的这个同一岗位的人的话，能拿到更高的薪水啊。所以就是说细节的话呢，这个是一个高分项。那我希望大家在完成，就是如果是说你很熟练，你已经完成了你的这个交给你的任务，那我希望你可以在细节上再打磨一下。我来看一下吧，对吧？就是说软件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程度才过关啊？首先的话呢，你要基本会用啊。什么叫基本会？基础的话啊，基础会用。基础会用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起码你得知道这些工具是什么意思吧。这个大家懂什么意思吗？就是起码你知道这是移动工具吧。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哈，你们甭笑啊。我跟你说，就现在的话，很多研究生毕业之后的话，不知道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啊，刚我做了一个黑块，很多人的话不知道这个比如说移动工具，对吧？它是有移动功能的，然后的话呢，它是不知道有 Ctrl T 啊，然后的话呢可以缩放它的大小，包括还可以旋转，还可以用 Shift， 然后的话呢等比例缩放，包括摁住 Shift 再摁住 Alt 键，可以通过中心等比例缩放。哎呀，我就这么说，我就跟你说，就现在300多人听课，里面50%同学应该不知道。摁住 Shift 等比例缩放，摁住 Shift 加 Alt 是按着中心等比例缩放，就这个知识点，这个都不叫知识点。这个我之前在 B 站上我都讲过，对吧？就很基础的这种东西不知道，所以这是什么？这叫基础会用，就是基础，你得知道这工具，它除了一个工具，它有移动功。这个移动这个功能之外啊，它还有什么功能？这个你得知道吧，是吧？你是得知道吧？啊，你不能这个啥都不知道啊！你啥都不知道的话，那你怎么去上机考试啊？你不就懵，人家一考你就懵逼了嘛，对吧？所以的话呢，基础的话你会用，那会用的话呢，有可能你填不了一张好的彩屏，但是的话呢，你可以干嘛？你可以做排版嘛。对吧？这个没毛病。第二点是什么呢？就快捷键的话能熟练应用。那快捷键的话呢，第一就不需要你背，好吧？不需要你背，好吧？你要清楚，快捷键是你练出来的，就说白了，你做的项目多，你自然就练出来了。如果你做的项目少，那你不会就是不会，好吧？所以的话呢，还是那个点，把你的课程设计或者把咱们的一些项目，你反复多次的去来做彩屏啊、模型啊，多去来做，自然它熟能生巧，你就能记住这些快捷键了。
啊，第三个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要求比较高了啊，就如果是说你这点比较好的话，那当然就非常不错。那这点是什么呢？就是审美标准。你看一下这张 CAD， 这张 CAD 的话颜色分得十分清楚。你比如说购置物的话，它就是这个黄色，然后的话呢，我单独去来显示这个图层的话，它这里面显示的全部都是购置物，听懂了吧？那这个的话呢就十分专业，包括有廊架、座椅，包括这些这个遮阳伞，那它就是购置物，听懂了吧？那比如说是水，那它就是水这个图层，那我如果是只显示当前图层的话，它只有这个水这个在里。那不管是未来我们作为施工图，还是为了这个造价去来圈面积，这都是非常非常便捷的，多去来训练。然后的话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 CAD 啊。 CAD 的话呢啊，主要就是用天正了哈。我这里面再强调一下，就是现在有同学不是用天正画 CAD 的，你马上今天晚上你赶紧下载一个，我拜托大家了，好吧？有的时候你们花了就是怎么说，你们来了之后上级考试天正都不会用，你真的是在浪费所有人的时间，你知道吧？啊，因为你天正不会用的话，就相当于你这个软件压根这四年你不知道你这些图是怎么画出来的。所以就是说呢，这个天正你一定要回家去下载。我们群里面的话呢也有这个免费的版本，你们的话呢自己去下载也是破解版的，包括呢它还有很多补丁，好吧？你们如果是需要的话，可以上咱们那个群里面 QQ 群可以去来下载，好吧？还有的话呢，第一是天正，就一定要用天正啊。第二是什么，就是快捷键啊，快捷键。这个快捷键的话呢 ，CAD 也是有快捷键的，也要熟练去来操作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比例啊，很多同学说白了有一点就是，他到现在的话，很多同学不知道1:500的图怎么打出来啊。我相信很多大家就是在打图的时候都是打印社小弟给大家打的，对吧？啊，然后的话，要不然自己拿计算器算1:500，一厘米的话呢，等于一厘米的话呢，等于这个五米是吧？啊，1:1000的图，1厘米等于10米，然后这么换算，然后在 CAD 当中来一个缩放，这是极其不专业的。为什么呢？啊，一会儿我会讲得到哈。就在 CAD 当中，天正这个工具的话，它直接就有一个什么呢？就有一个这个视图，定义视口，定义视口只需要你去来打，就是圈出这个视口之后的话，只需要你给它一个。比如说这是一个1:500，你看一下默认的这个输出比例是1:100的，我们只需要输出个500，这样的话呢直接到达我们这个布局这里边的话，这张图就是一张1:500的图，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但是我这里面在上级考察的时候，我考察了很多同学，包括硕士研究生的同学，不会，不知道。我说那你这七年你这些图怎么打的？他说打印社小弟给我打的。我说那你现在连比例换算，包括比例按比例出图，你都得还没有打印社小弟懂得多，那工作当中你怎么办呢？啊，所以就是说有同学可能觉得说，老师那你看你这么一教我不就懂了吗？是，那不得教吗？不得花时间吗？听懂了吧大家？所以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是去工作的，你是去给单位创造价值的，不是给单位找麻烦的，单位也没有义务跟责任去来教你，因为你是过来是挣钱的，好吧？所以我希望大家，你们能在上级考试的时候就能把这些基础的东西给他先给他做好，然后的话呢再去来找工作，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稳妥的，好吧？好，那这个就是按这个比例打图，一会儿我也会详细去来讲。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我看到大家很多 CAD 啊这个图层分得很不清楚啊，这个图层啊分类清楚，那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考察的一个项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你们是用同样一种颜色，然后的话呢把你的所有的平面图的细节都表达出来。我相信你们不用说，就我这里面就不用考察了哈，就是说哎这个不这个这个这么做同学打个一，我就不去考察了，对吧？但是的话呢，我们这里面发现上级考试50%以上的同学是用同样一种颜色的线，然后就白色这根线默认这个颜色，把它所有图纸的信息全部都描上去，包括植物、水、铺装形式，用的都是同样一种颜色，而且是在同样一个图层，就是零图层、默认图层里面去来绘制出来的。那这个是十分不专业的，就证明你压根你就没实习过，另外你学校也没教过你啊。所以刚才有同学说，老师我在学校当中我没学过，不赖我，跟我没关系。
你我还是那句话，你如果是说你没有工作过的话，你真的不知道学校真的是啥都没教你啊。那 Sketch 的话呢，第一点还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是快捷键，第二是什么，那、啊、第二就是构图啊，这个是要考察大家的第二点，就是构图基础。那构图基础是什么呢，构图基础就是说我们这张效果图你出的是否构图饱满，是否看起来好看，这是他目前出的这个效果图，你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的话呢，构图饱满啊，然后的话呢，他想表达的功能区块细节的话比较丰富，你看连抱枕都有，颜色的话呢比较高级，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一张非常非常好的一张效果图。好吧，那我们再看这张图，这张图的话呢有明显的什么呢，就是三角形构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构图基础在里啊。另外的话呢，颜色光影啊用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的话从色调上你可以看到它从线稿就变成了白色，所以整张图的话呢看起来非常的清晰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个排版，那这个排版呢主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字体啊。那我们这个学员的话，他在做这个作品集的时候，第一的话就分析图画得很好，第二的话字体用的非常非常的高级，很多同学用的是那种默认的黑体，包括默认的宋体去来做，很 low。 那这也是我们再去来上你考试考察的一个点，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做 PS 的时候，我有可能考察的是一个排版，对吧，让你把这几张分析图你要做出来然后再排进去，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排版啊。另外哈，有一点就是它 Sketch 的话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插件，它有这个插件哈，这个插件的话呢，还是这点不做特殊要求，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大家你们能可以不用插件就能做出来一些比较好的模型，这是锻炼你的能力，好吧，不用插件就能做出一个比较好的模型啊，这个我觉得是要比较好的，好吧。另外还有什么呢啊，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建模的话要有思路啊，就是说呢这个模型的话一定要成组，对吧，成组啊，这样的话呢建模逻辑要更好一些，对吧，更好一些。好，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注意的点哈，注意的点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一套素材啊，素材肯定是要准备好自己的一套，你不要去现找素材啊。另外的话呢，自己有自己的一套色彩体系啊，你看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有明显自己的素材，包括自己的色彩体系，对吧，你看边缘那个绿化的话呢，它就是这种绿，越接近于中心那个位置它的绿，对吧，它的饱和度就越高，然后的话呢它的明度也越深，对吧，然后的话呢这个水也是，这个水跟这个绿搭配起来一定是比较和谐的，一定是分完组，你比如说酒店就是建筑里面这些图层，对吧，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些阴影，然后的话有些细节，我们就这么做了。那植物，对吧，有石头，包括还有的植物稍微大点深颜色的植物是深大，对吧，你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你可以起一些名字，对吧，简便一点。亭子、绿篱、露、水草，你看到了吧，做的都是非常规整，按组去来建。这个时候即使你找这个树，然后的话你看组植物深大，我靠，不就这儿了吗，对不对，那我就直接我移动它就完事，看吧，这个树移动了吧，对不对，我如果单独想移动这个树的话，直接我选取工具拿了之后，我想怎么动怎么动，对不对，就不在于那种事，我一看大家你们上级考试那个作业，我靠，你让我找这个树我找的好辛苦啊，对吧，找的要崩溃了啊。所以就是说呢，你看你只需要按照这种方式，你建个组，你做事情有一个条理性的话，基本上，对吧，我都会跟你非常就很有好感。好，然后的话呢这是 PS CAD 的话呢，CAD 的话啊，这里面的话啊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图层一定要分得十分清楚啊，植物是植物，水是水，构筑物是构筑物。你再看一下另一个小班同学的，对吧，铺装形式，对吧，啊，铺装植物都给的十分明确，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好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上级考试的这么一个作品啊。那另外的话呢，添正这一块你也要清楚，添正的工具栏，如果是你打开添正之后的话它没有呼出来，那你可以摁什么呢， Ctrl 加， Ctrl 加号就会把添正工具栏就呼出来了。那刚才大家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图层工具很好用，这个也是添正的，如果你用习惯的话，你可以在这儿，在一个灰色的地方右键，然后有一个叫什么 TCH， 这里面的话呢有一个常用图层快捷工具，把它勾选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工具栏了，这个就非常好用。那添正的话呢，除了像一些标注啊，包括建筑当中会用一些墙线啊，或者一些这个图块啊，
对吧？它还有一些什么，比如说像这个图纸的定义式口，比如说我想打这张图，我想打一个1:500的，那我只需要去敲一个500空格，回车啊，然后的话呢，就直接会在布局里面生成这样一张图纸。那你会发现这个已经拽不上去了哈 ，RE 重生一下模型，然后的话就能拽上来了。拽上来之后的话呢，这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啊，这个打图的时候啊，比如说插入一些这个 A3 的啊，比如我插一些个 A3 图框，那我再插入进去，那我就可以，我就知道了这个1:500这个图在 A3 里面大小是多大，这大家听懂了吧？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张图在 A3 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我方便于我们去来排图。好，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图纸输出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啊，它让你导一些什么天正的低版本，很多同学不知道怎么导，那在图形输导出啊，导出这里面有一个。啊 ，T3 天正，啊三文件，这个 T3 就是最低版本了。那这样的话呢，甲方就都能打得开了，好吧？这个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到。那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右键这里面有一个选项，这个选项的话，你要把这个选项，你要把这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你要知道怎么回事，听懂了吧？为什么呢？因为的话，这个清楚哈，不一定是让你每个都调，但是的话，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去上机考试的时候，因为你用的不是自己的电脑，所以的话呢，可能它的这个十字光标可能没有你这么大，它可能是这么大点的，对吧？这么大点十字光标，那你用的不习惯，所以就你要知道怎么去来调，好吧？十字光标在这里，啊，应用之后的话就可以了，啊，这个 CD 哈。Sketch 啊，建模啊，逻辑清晰，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建组啊，建这个群组，包括呢要建组件，对吧？就是说呢，一个购置物，包括一个座椅的话，它属于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需要建组件啊。那这个的话呢，就证明我们啊建模的话很清晰。所以的话，如何在同样水平下啊能更胜一筹？那我希望大家在教了你的这个模型作品或者你的彩屏作品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做这个草图，就是这个。啊，这个题目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是 Sketch 考试的话，我们就会说让他建一个这样的一个亭子，水上吧台，然后很多小孩就懵逼了啊，因为他说这个照片建怎么建呢？啊，然后有的人的话就硬着头皮开始这个在 Sketch 里面画圈啊，就比如说这个，你看这上面有个玻璃顶嘛，对不对？然后画一个圈啊，然后的话呢推拉出来。啊，然后的话呢，下面再给他再给他画一个圈啊，然后又怎么怎么地，啊，反正呢就是冒蒙出来做啊，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发现我靠尺度不对，跟那个人一比的话，明显做大了，啊，那这个应该怎么做呢？这第一个应该做的呀，这个第一个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就应该画草图。比如说你看这个亭子之后的话，你首先要干嘛？啊。你要画它的平面图跟它的立面图，比如说这是它的几个柱子，然后的话呢，这有一个圆形的吧台，啊，在草图当中给它尺寸，听懂了吧？啊，人的尺度是这么大，这个亭子顶部高是三米高，这个吧台的话呢是900高，这个吧椅的话有可能是500高，先给它一个尺寸，用草图的方式给它呈现出来。在交了模型做作业作品之后的话，大把你草图给他，你的薪资一定会比他高出来很多，啊，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如果是说同样能力水平下的话，你的一个制胜关键。你有草图，你是按照草图去来建的模型，这是一个设计师，一个正规军设计师应该有的一个作图态度，包括做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逻辑。所以如果是说只看着这个照片就傻不拉几的开始做模型的人，基本上就是一开始就属于绘图员那种身份。啊，因为的话呢，他不会把这种东西，他也没有那个能力能把它画到这个草图里，所以的话呢，一定要清楚。如果是你想展现出来你有过人之处，你能比你的同龄人的话更优秀，那就证明你看了这张图片之后，我立马就能给你做出他的一个设计来，即使是我在还原他，而且的话呢，我是根据我还原的这个草图的尺寸，我去来建的模型，我不管是从尺度上，包括从精准度上，都要比我们的竞争者要更强，所以这个就是要能给你比较高的薪资的这样的一个技巧。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他有设计的能力，因为设计师是我们团队的核心。我们不缺绘图员，每一个公司的话都不缺绘图员。你绘软件再多没有用，你用的再溜也没有意义，而是缺少这些设计师。所以就是说，设计师的薪资一定是比绘图员高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就是说我希望大家能去来，因为你们学的是设计，所以我更希望大家你们能做好设计，对吧？而不是当一个绘图员。
这大家听懂了吧？这个是有可能是一个制胜的关键，好吧？制胜的关键。好，然后的话呢，我给大家今天也是准备一些福利啊，就比如说我这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些